这对营造业的老板夫妇虽然事业有成，却忙到一度没时间照顾孩子。结果儿子的个性变得相当叛逆，一度迷失了人生方向。为了修补亲子关系，夫妻俩不计代价结束生意，一家人投入做三明治和甜甜圈的制作。虽然经济是没有过去的宽裕，但是一家人说赚到的是亲情和温暖，这些都是金钱无法衡量的无价之宝。车来车往的乌日西南路，成排建筑，不是公司行号就是住家。难以想象，玻璃窗内竟隐藏着超人气三明治。点单给餐，还有顾着油锅里的面团，吴月珍忙得团团转。每天的订单基本上大概都是800-900个，就是大家都会先，就是基本上预定的量大概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上现场来的客人啊，油炸的油啊，新鲜程度就是每天换油啊，放到隔天不会油，就大家就觉得说放到凉了也很好吃。炸好的面包，我妈赶紧涂上特制美乃滋，再把各式馅料填进面包里。啊，然后拢跟进回来，人客来才现做。啊，因食到上好食的安尼，你安怎包啊？你食起来层次，什么给什么哦？像那个沙拉哦，带出来我们的面包的层次，真正也是达人哦。真的，每次我们都很忍不住从改黑面皮起来加沙拉，就很好吃。开发了咸的、辣的、甜的多种口味，该加什么不得有误。早上开卖，顾客就从四面八方涌入。这原本买几个？我原本各买两个，原本买一个，话全部全加上去。因为我开车来，我开车，然后坐高铁。我专程从彰化二林骑摩托车跑来这一次的。我是跑得远，这很远嘞。骑到这里要一个半小时，所以我要赶快钻。又是坐高铁，又是骑了大半天的机车，为了吃三明治，大家想方设法。最热销款的是妈妈的古早味，台气十足的菜脯夹香肠，还有坚持自己蒸煮打泥，充满疗愈系的芋泥 cheese。拢家己吹，啊，人当然拢是无含，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哦，连水都无啊，就拢家己锅啊，就是芋头吹吹加咱的牛奶安尼，然后就很新鲜，安尼，啊，所以阮的锅啊，足侪人拢足介意阮的锅啊，啊，锅啊佫加 cheese 吼，然后就是觉得那个味道就是觉得很层次很好。会看稀的爆浆拔丝奶黄，同样也是店里的超人气。面粉相对主要是它东西都很甜，都是比较甜的味的。所以值回票价，这么远的票价从台北来值回。那个面皮真的是不油，你想要油炸的感觉就会很，可是它就是真的就是不油，吃的很舒服，意料之外。客人吃得开心，翁家人就忙得更有自信，尤其是改变最大的翁盛祥。妹妹大力夸赞的好吃面皮就是出自她手，就是两次发酵，我感觉吃起来啦，面皮比较不会干啦，啊，面团比较吃起来比较有弹性这样啊，哎呀，啊，我们还会加一些奶粉，比方说奶粉那些，还有这打发奶油，主要要让增加它的口感跟 Q 度啦。打面、发酵、整形、揉制，每天清晨家人还在沉睡，他就得开工，一天上千个面团，眼皮重到几乎快撑不下去。是女朋友嘉文不断鼓励，陪着一起做出来。我那时候有在煮熟的时候，我跟自己讲说。怎么在厨房这种太热，我不可能，打死我都不会做，真的不会做啊。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工作上一定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，嗯，对啊，就是要想办法去克服啊，激励自己，一定会走过这一段，可能就是比较辛苦或比较累的时候。嗯。过去的翁盛祥，这时间是见不到他人，因为总和朋友在外厮混，年近30，不认为该有番作为。因为从事营造和地产业的爸妈总是让他不虞匮乏。我在赚钱而已。
都赚钱。对。还有就是让他走拼成这样。对。很多我们都是很少看到他们。上面不要查，妈妈赚钱给你。好，我们娘家，我们娘家也好，我们一直都一直想要给人家最好的。妈妈的宠溺，直到父亲中风倒了下去，翁盛祥才惊醒，过得实在太荒唐。现在比较有人生目标了哈，有就比较好了，嗯，有重心了，嗯。不然以前也不知道赚钱很累。所以爸爸对儿子现在的改变也蛮开心的哈。对于儿子的大改变，翁爸爸总是情绪激动。过去两代间剑拔弩张，以为的给钱就是爱的表现，这价值观重新洗牌。我下定决心说，他回来，无论他要做什么，我们都可以支持他。可是我们都不要，没关系。什么赚钱不是最重要的，钱对我来讲，像我只有钱，我是为了钱。我是为了那个家庭的核心，为了照顾先生，也为了让儿子找回生命价值，翁妈妈把两岸生意都结束，带着儿子女儿一起做起铜板小吃。以前在网络坐在电脑前，只要踢键盘就好，对啊，钱就进来了。嗯，刚开始都会吵架，就跟你讲。两代间兄妹间吵成一团时，正是家的温度在酝酿。超级料理王的翁妈妈厨艺一级棒，坚持备料自个儿来。三明治必夹的小黄瓜是跟瓜农契作，不计成本，片片都切得厚。卖得最好的香肠是亲戚每天用温体猪肉灌的，新鲜吃得出来。我老公，咱把这个烟肠给包的较底啊，好唔好？啊，他们那时候都只有不好，因为真的较咸的，那有可能会搭配。啊，我就跟他们坚决反对说，我把我恁食看卖啊。他就先做啊，大家先试吃啊，什么东西我东西先做出来，全家人拢食起来，连包括芋头什么东西，拢有大家人拢先烤，先食好，啊才做，啊才卖安尼。啊，这个香肠我感觉吼，甲阮带足侪来客。有了香肠，还要配上开胃的菜脯，蒜价创下历史新高，可是下料不手软。他认为前线要能打赢仗，关键就在于用料真实到位。做妈的其实一步一步走得战战兢兢，因为一年前都还没开始做生意，儿子就威胁他：不落后人家那么久了，就回来做看看啦。我跟我妈妈讲啊，我做如果做得起来就做，做不起来我就走我回以前的路，这样啊。过去念的是餐饮，学过烘焙，姑且听妈的话，尝试自个儿赚钱的滋味。靠着有点熟又不太熟的技艺，领着一家人揉起面团，花了整晚时间做出400个甜甜圈，免费送给孩童吃。当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时，像是获得走下去的能量。儿子他藏的是冰箱上面那个还是好，下面那个不行。第三单就是工程朋友从工厂帮我们订了一张3000多的单哈，他要在3点闪到给人家吃下午，然后从晚上制作面皮啊开始就交那一张单回来，我就说哦，看到那3000多，我就说哇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赚到的3000块，用他自己的实力赚到的。3000，3000块，咱每只都啊，但是我开3000块是下一几秒钟的3000块啊，后来他才知道哇，原来赚钱是这么辛苦，要蹲得下去，我就跟他讲，蹲得下去才跳得高啊。好，谢谢哦，好，拜拜。大家在吃，我就感觉大家吃的东西都已经不有什么。就心情就很好，就感觉蛮有成就感的。翁妈的循循善诱，终于让这位浪子开窍。过去营造生意的办公室，成了铜板点心的幸福园地。
以前各忙各的，好几个月见不上面，现在在同一个空间，为了共同目标努力。而且台积电还有说，我们新竹厂的说，这次来台中开会一定要吃到你们的，所以他们就先订。有时候能够到那种大厂，高铁站啊，高铁的一个月的下午茶，我们也有包过。客人一个接着一个，每天虽然很累也很疲，但全家人守候在一块，及时抓回那无价的家的温度。